早上大大，早上先生，我想介绍自己，我叫苏米妮，我今年41岁，我读书读中国，我结咗婚，我孙永高，我有3个仔，我过生日系155个，我过生日仲系60日共间，我已经做嘢喺香港。两年，从雅加达两年照顾阿妈，我为跟叻做嘢，电话做合约两年。唔该晒大大，唔该晒先生，再见喺香港，拜拜。